污染水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重问题。我们需要加强污水处理，严格执法，并提倡节水环保生活。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，从自身做起，共同努力建立清洁的水环境，保护地球家园。污染水防治关键在于综合治理，加强法规监管，推动清洁生产，提升污水处理技术，同时推广公众节水意识，鼓励使用环保产品。这些方法相互结合，为保护水资源建立坚实基础。